哎，你好，我是刘暖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刘奶爸。今天呢，这是背后的绿幕背景。我们回去用 Premiere， 或者是用其他的软体来试试看它的去背效果如何，还有我的脸光线是不是会有绿色的残留阴影？如果再做前面一点的话，会不会有绿光？像这样做前面一点，会不会有绿光？后移 ，OK， 搞不好效果会很好哦，不知道，测试中。好，现在这个效果呢，就是我离这个绿幕大概有60公分的距离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去背会不会比较好。其实最怕的就是脸的部分啊，肩膀部分、这边绿色的，很讨厌的光。绿色很讨厌的光，这样就很讨厌。回去再测试看看吧。如果再远一点的话呢？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离后面的绿幕距离再远一点，这样子距离再远一点，而且它对焦，因为它自动对焦嘛。像现在是我离这个绿幕最近的地方，现在是我离绿幕最近的地方。然后我如果往前走的话呢，这样就离绿幕。好，现在放在桌上，放在桌上，然后镜头再调远一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离绿幕还是蛮远的，但是我的人就变得太大了。这样子呢，这样子呢。搞不好之后根本不用出外景啦，全部都用绿幕就好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